哦耶！我们现在在韩国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来到韩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住的 Airbnb， 你们看一下。对面有很美的海，可是有点可怕，而且很冷。来来，挑战，出去出去！哇，很冷嘞！有没？OK， 关了关了，锁门锁门。哇！冷冷锁门锁门。然后我就放手一下。OK， 就这样子结束了。来，快闭啊！讲出什么话先，再开门给他。外面是有拖鞋啊！哎，收黑，穿拖鞋。哦，我懂。看，全部包了，好像粽子这样子啊，所有都是完蛋就是。穿了这个面包服，直接肥了二十斤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今晚会住的，很舒服。来猜猜，我们跟谁一起睡？三、二、一，答案就是米氏 and Ryan。然后阿旺他们就两个人一起睡。错了啦！别叫我，你今晚叫你，叫我，没有人叫你。谁？阿旺，我们换房间来。阿旺，我跟你换房间。我要看我们明天两个会变怎样。没有，我们就十个人住在这里。变成胖子，明明这样瘦啊，减了这样辛苦啊，结果穿了这个衣服又变这样，变马铃薯一枚。所以啊，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用减是不适合在这种东京国家。没有，是不用减，穿这个就一样了。超大只！我想问，为什么你买了这样肿了呢？不知道，我买东西啊，所以我们不要买淘宝东西。没有啊，我还是很微笑。买了，这个便宜，买买买买买，是我一个这样肿哎，你看他这里，超厚啊，你看他瘦，好吧，我现在直接胖五十斤，直接变成六十斤，拜拜，我们在家先睡了，拜拜，我们先走了。大家我跟你们讲，真的是超级无敌冷，你要脸红了，现在哦，我完全不敢动，真的是太冷了。然后我的耳朵很冰，而且现在还没有，而且现在还没有到晚上，晚上会更加冷。现在应该是零下六度还是七度吧？哎呦，我要躲进去了，真的好冷。我暂时跟你们讲话吧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那个风景，这个浪，我晚上一定发烧，现在就感觉我要。看，这就是济州岛的旁边啊，周围都是海。你冷吗？冷。冷哦。看一下有没有烟，有没有烟？有没？没有哦。你的鼻子红了哎。你的脸都红掉了啊、哦。是啊，耳朵超冰的。然后你看，我现在是整个是这样子。你看哈，整个小小只，整个好像小胖子这样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走路去吃晚餐去。哇，真的是很美，一下那个 view， 哎塞，敞篷 Mini Cooper， 帅哦！哇，那个浪真的很大，然后很美，它的海是蓝蓝的，所以超漂亮。我们到了我们今天要吃饭的地方。红红哎，你的鼻子直接变到，然后超冷的。我的鼻翼就叫了一个海鲜炒面，看到很多，哎，他们是不是我在泰国们吃的？哇，这样我也要 try 了，你看全部人都要 try 啊，每个人要 try 啊，是是是是是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，好吃，来，快点来吃啊，来，好吃，这样，哎呀，哎呀呀。怎样？会不会辣？我觉得有点辣。嗯，我喜欢这个。哇，你能喜欢这个男的哎？好像泰国人。嗯，很好吃哎，这就回不去了。哇，很辣，辣，就有点辣。再一口。哇，很香啊！什么？哇，你看后面。哇！来，来，来，我看到了。哇！直接眼睛开到大。哇，好不好？瞬间我的变弱，很开心。再试
外面真的太夸张了，那风吹太冷了。而且我发现我买的这一个面包敷没有到很保暖，所以我的手伸进 pocket 还是冰的，然后现在要喝一下。好喝，很渴。不会喝咖啡了，我们只能喝巧克力。莱西又买了一点零食，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。看他们的这个活动，这么大个，十块。然后我看到这个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所以就买。Baskin Robbins 的，很像那个贝贝肉这样。哇，1500，也就是说36块这样子，马币。吃完饭回到家，你们看，他笑了。刚刚 Seven Eleven 买了这个饼干，不过 Seven Eleven 哎，什么？好吃哟，超好吃的口味，这咖喱的超香，很重口味的这个，推荐吗？这个口味，嗯，我又吃了是 controller 5个，像你眼睛，来，哎，开眼睛。你们想一台眼睛怎样形容？一台可以吗？一台眼睛，一台眼睛哎，我的眼睛是 VR 呗。现在是韩国第二天，来到这个什么东门市场啊，东门市场。就很像巴沙巴拉这样。巴沙巴伊。他就卖的就是有海鲜啊，那种物品啊，很多橘子啊，可以看到很多橘子那种伴手礼。对，然后整条街就是吃的、卖的各种各样。我现在很辛苦，真的连种子快了，四件衣，因为昨天太冷了，然后我都怕今天出来会冷死，所以穿四件，然后现在整个人很紧很冻。因为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来冬天的国家，所以就很不习惯了，只能讲很不习惯。好可爱的东西，这个可爱的。那你想要买一个这个来戴？要不然就是买这个来戴，很可爱耶。什么？它是比较便宜啊？12，应该买到15。哇！12什么？12多了一个10块钱。12是什么？12千的意思。哇，这个很可爱耶。它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就是这些橘子，这里超多人卖的，可是他们是要卖这样子，直接是一箱一箱。好多吃不完呀！我们买了这个花生的，你看给我们吃完了，在 tester 被吃完了，这样子一包有9片，这么不要直接给10片？这里是13千一袋，他可以给你10片，9片是5千了一包，哎，很贵下了，有道理，黑色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比较好吃。哇，我们看到这个很可爱，可是我刚试吃了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我看到有那个狗狗，它刚刚在发抖哎。Hello。哎呦。它很像 Ryan 的狗。嗯哦，好像铅笔耶。Hello。对呀。哇，找到可以试吃的这个橘子哎，拿这个。好吃吗？吸到你的头发去。好可好。甜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跟我们那边差不多啦。很软耶，它肉。很软。它不像那种 orange 的那种。好吃。吃看软软的，一下子出来了，软软的。它像果冻。现在穿着4件衣服，你们看我整个很像米其林仔。怎么我的面包服这么厚？你们看，我现在全身不能动，太够力了，有点辛苦。我们又面向大海啦！好漂亮，这里。真的超漂亮啊！现在天气还没有到很晚，所以不会到太冷。哇，你看那对情侣在拍照。青青啊，青青呀，他们两个全部都在排队着，要进去吃这个海鲜面。
为了这个海鲜面，我们在这里吹呀，我不知道有多久的风啊，应该超过半个小时，全部人在这里超冷的，超冷，然后香米在那边，你看我的手已经红掉了，给你们看一下里面，真是等太久了，而且还没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休息的地方，它就是这边。这样冷，里面比较暖和。One hour later。哇，海鲜面来了！这个是最重要，那鲍鱼是活的，不要用手碰哦。耶！你好鲍鱼。这个放后面。哇！来，我把那鲍鱼拿走。海底冻的鲍鱼，你看。这边，这个。拿一个螃蟹来看吗？我期待你咬下去那一刻都得飘摇。哇，好靠近海哦，跳下去！快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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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螃蟹！快看，啥都看不见。是我。没有啦，变冷了。哇。大风还是很大风。现在我们要进去那边，每个人一定要点一个饮料才可以进去。我点了这个 hot chocolate， 然后就点这个 peach 的，125块的热可可。Hello， 他们，嘴短短的，你看在吗？嗯，再来一次。看得出吗？韩国的马卡龙超厚的，它里面有很多馅料，各种各样。然后香米说这边是出名这个济州岛这边。噔噔噔噔噔，武力！耶，在韩国的第二天晚上吃这个黑猪肉，很厚哦，那个肉。不理你。哇哦！它的特制辣酱。来。它赞不绝口。第一次吃过最好吃的烤肉，真的。马来西亚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烤肉啊！哈哈，这个人要买冰淇淋，结果。冰棒。它不是冰淇淋啊，是冰。哎，你看一看，可能好吃哎，不是啊，很特别。喂，混到我这边来了，是这个。好吃。嗯。另外好吃。它是冰沙哦，不是冰淇淋哦。冰棒，冰棒。嗯。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其实它就很像米肉哎。老人家，老人家。你看，我们这里没有老人家，出去。